好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走。哇，好大一股海味儿。对对，这都是在赶海的吗？不是，这是捕鱼，捕鱼回来的。这边生态很好。嗯，其实你们要没事儿可以在这边多玩一下。谁啊？女儿在家。哦，对。海参呢？只有它长点潮，才那海参的出来。哦。哦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它真的是有的地方深，有的地方浅。就想要加快脚步，就会。来，我牵着你，我们可以快一点。我 ，OK。这边开始浅了。啊，快了。可以游过去吗？感觉游过去。游，你试试。滴滴滴滴啊！哎，这里有个扇贝，这里。哪里？我来了，我来看看。哪个？大师。这个。这扇贝怎么长在上面？对，它退潮了吗？哇，跟着海水一起上来，嗯，然后退潮了，它可能就长在上面了。对。哎，哈哈。哦，小鱼，哎呀，肯定抓不着，它游那么快。不要抓它，不要抓它。哎呀，有个小螃蟹。如果太小就不要。先抓着吧，也算是成果。哎，这个可以吗？应该不行吧，都干了。哦，我们快到那个礁石的尽头了。嗯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哎，海参，快抓着！我不给。哇！鹏鹏，哪里？你们抓到啥了？你看，看不到啊，我这里。海参。你们先装着呗。我们先去找他们吧，我们。好，你先去，我马上。我觉得我才开始呢。那我先过去吧。好。好。你看这个海参。哪里？海参。哇塞！啊，你们这个是海参啊？对啊。哇，这么肥。对，感觉比那个卖的都。哇塞！这么肥吗？我天！哇塞，运气真好啊，捡了一个海参。哎，这里有条。哪里？来了来了。对，这里有条。来。哇哇，这个。哇。